好，我们现在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起誓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我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自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最近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名词叫做超前部署。 啊，我们面对这个啊不可控制的未来，有变化、有危机，我们都希望可以怎么样超前来做预备、防范未然、未雨绸缪，怎么样抢得先机哈、哦？那我想，这个是人类在面对资源非常有限，然后前面的道路非常不明确的时候，人都会这样啊。我们从小就教孩子怎么样要赢在什么起跑点哈、啊，然后呢？ 小时候不好读书，长大怎么样就去放牛哈，诸如此类的言语，我们都会教导哈。那我们今天透过今天的经文，就在思想哈，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超前部署啊？就是啊，抢先一步，超前一步，来针对未来的可能的发生的状况来做布局、做部署哈。我们刚刚看到人类啊，第一个超前部署是要防范谁？防范上帝啊，弟兄姐妹啊。 人类的第一个超前部署是为了要防范上帝，因为觉得上帝怎么样，不太能够信任哈啊，因为他们被蛇引诱，然后就觉得怎么样，上帝呢好像对他们留一手，啊，上帝故意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让他们怎么样，不能够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专心看我哈、啊，然后呢啊，第二个。 啊、呃，我们也看见人类所做的第二件超前部署，就是防范谁？防范他的骨中的骨，防范他的肉中的肉。这原本是亲密的爱人亚当跟夏娃，啊，他们犯了罪之后，就看见自己怎么样，是赤身露体的，就很害怕自己里面的犯罪的心思意念被怎么样对方看见，所以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怎么样遮起来，哈、哦。 啊、哦，所以呢，他赶快啊、哦，对这个自己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做了超前部署。其实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好像开始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好像不为自己多想一点，我接下来就会很惨，会倒大霉。所以我们会开始有这个超前部署哦，我小时候呢，啊，因为家里的经济环境的因素啊，家里没钱没势哦，然后在学校呢又怎么样？这个长得又瘦又小哦。 所以呢，常常就被欺负哈、哦，那这个就人生过得很不快乐哈、哦。然后我一直听说哈、哦，这个我们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是家长会长的孩子哈、哦。我我们一直有一个传言，就是说每一次月考前，老师就会把考卷先送到这个家长的手上，让他的孩子可以先知道这个考卷是什么哈、哦，啊就可以知道题目哈、哦。听说有这种传闻，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这种传闻哈、哦？啊都有是，你们是什么？ 什么教育啊，真是的！啊 <laughs>，听说有这种传闻哈。然后呢，我也听过有同学曾经试图要去偷老师的考试卷哈，能够怎么样来超前部署哈？那我觉得偷考试卷是大家不是我能够做的事情哈。弟兄姐妹，我觉得那时候我的父亲母亲无法帮助我在学校被霸凌的这种悲惨的事实啊，我觉得我的老师也不是这个照顾我的人。 啊，我觉得啊，不论是男同学或女同学啊，如果可能他们啊家里背景比较好的啊，也好像也不会帮助我。男同学体型比我高大的，好像会欺负我哦。所以我需要为自己怎么样？超前部署哈、哦，我要想我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该怎么办哈、哦。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觉得这跟这個经文很像哈、哦。这本经文说，如果怎么样，你们吃了这个知道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原文就是知道善恶树。 你们如果吃了这个知道善恶树的果子，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就是眼睛就会打开，啊，蛇就引诱夏娃跟亚当说：“你们怎那么傻？有眼睛为什么不用？有眼睛为什么要闭着？你们就把眼睛打开，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为什么要闭起眼睛来，让神帮你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你该去做的，什么是你不可以去做的？” 你把眼睛打开，你自己就可以知道判断和决定什么是对你最有利的善，什么是对你不利的恶。你懂意思吗？好了，那时候非常年纪很小的我，我就要超前部署了。我就想呢，如果啊、哦，我能如老师知道考试的题目啊，那太好了，那每一题我就可以答对了啊。哦 那我的成绩就会提升，我就可以在班班上当班长。我当上班长之后呢，就没有人可以欺负我。我还可以进一步使用班长的公权力，特别的、特别的来盯紧那些班上的恶霸，特别的盯紧那些班上的权贵分子。啊，我就可以执行公权力，我可以来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哦，所以呢，这就是我自己。 从小时候开始的超前部署啊，那我怎么超前部署？我怎么样自己能够如老师知道考卷怎么出呢？啊、哦，这边啊，注意哈、哦，他说如神知道善恶，那个神是复数，也就是说，亚当夏娃，你们自己也可以进到神的等级里面，你们可以跟神共同来决定什么是对你们最有利的，什么对你们是不利的，为什么都要听神的？ 哦，甚至有一天，神啊，你也不用帮我决定了，我自己决定就可以哈。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哈，我就是开始研究老师都怎么出考题。我发现老师出考题，从他们平常的小考之的这个习惯，我就知道从小考老师出题的习惯，就可以知道他们出月考题目的习惯。原来我发现老师出考题都是抄参考书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努力的研究。 各种的参考书去了解老师是怎么出考题的。我慢慢的，我就如同老师们一样，一起在出考题。我自然就不用去偷考卷，我自然也我的爸妈也不用当家长会长，我就可以如同老师们一样，知道会出什么重点，不会出什么，我就只读那个会出的，然后呢，不读那个不会出的，我就可以怎么样事半怎么样功倍哈。这是我从小为了救自己哈。 我就超前部署，后来果然怎么样？哇，成绩都变得非常的好，我就可以当怎么样干部，我就可以开始怎么样执行公益。可是后来我发现哈、哦，我的执行公益其实怎么样？是报酬。其实人就是这样，当你号称你能够知道善跟恶的时候，你并没有办法自己去行那个善，你也没有办法防止自己去做那个恶，而且你会不断的自己来决定。 更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你总会挑那个对你最有利的来作为善，然后呢，对你最不利的，你就把它排除在外。我就发现我的人生就长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的人生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场闹剧，然后我对这个世界越越来越玩不玩世不恭哈、哦。我印象很深刻哈、哦，就是我发现好像你能够这个如这个老师一般，能够掌握。 考题的这个趋势，好像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爸爸妈妈怎么样，很担心你考不上好学校，考不上好学校就没有好的未来。然后呢，他们一心就想说啊，不要妨碍你，能够让你有好的成绩、好的表现。老师和学校也是一样啊，啊，尽量就是说，你你只要保持这个好成绩，让学校有好的怎么样升学率哈、啊，其他的不要太夸张，随便你啊，啊，所以我们常常带头做坏事，得到的处罚都很轻。 反正是跟我们一起做坏事人得到的处罚都很重，所以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世界，好像人都在超前部署一些事情，可是呢，这个超前部署却离自己越来越远，离身旁的人也越来越远，甚至离上帝越来越远。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他们离神远了。当他们发现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开始也防范谁，防范他身旁的人，然后呢？ 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做怎么样超前部署的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八节啊，我们从第八节啊就一直来读到第十六节，好不好？预备哈，预备来，我们一起读哦，预备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自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自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衣和女人的后衣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衣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好，我们看见啊、呃，人类第一个超前部署要防范的是谁？要防备的就是上帝。第二个超前部署是他们犯罪之后，不再敢像以前他们啊、呃，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透明的。 圣经说，在第二章说，他们一开始怎么样，两个人怎么样，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因为彼此非常透明，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害怕谁要来承担这个罪的责任，所以就用无花果叶子遮住自己，怕别人看见看穿他的心思意念哦。啊、呃，第三章一开始说，蛇比一切的动物都还怎么样，狡猾，很有意思哦。狡猾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就是赤身露体。 所以呢，当亚当夏娃想要遮住自己的赤身露体的时候，代表怎么样？他们在做一种超前部署，他们开他们的狡猾已经开始启动了。他们想要推卸他们犯罪的这个责任的归属。所以当上帝呢就来啊找他们的时候呢，首先亚当就把这个责任推给谁、啊、他不仅推给夏娃，他先推给上帝啊。这个人是你，你带来给我的啊。不波代波几哈啊？我想当初。 哦，你带大象来就好了，带河马来就好了。你干嘛没事又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来给我呢？哎、欸，人是很善变的。人类第一首歌是什么歌？情歌。第二章怎么样？上帝创造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之后，啊，亚当很开心啊。希伯来原文说，这一次就对了啦。这一次，这个才是我的怎么样？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跟左边那个恐龙，右边那个河马就免了哈、哦。这个才是。 好，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类第一首歌是什么？情歌哈。现在怎么样？哎呀，变成骨中的什么？骨中的刺，肉中的什么瘤，变成骨刺跟肉瘤哈。好，所以你看啊，当人这个谁都不信任的时候，人不信任上帝，人也不信任你身旁的人的时候，人开始就变成一个怎么样？互相推卸责任的一个超前部署。 哦，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所以亚当在无花果树叶子藏起来里面那个心思意念，他就在想，待会神来问他的时候，他要怎么回答？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啊、哦，神就问夏娃说：“那你干什么呢？”夏娃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刚刚在那个无花果树叶子后面，他心里面在想说：“待会神问我，我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谁？推给谁？推给蛇啊？那蛇是你造的啊，关我关我什么事啊？都他害的哈、哦。所以呢，上帝怎么样就来审判谁？” 现在审判蛇，然后再来审判谁？夏娃，再来审判谁？亚当，哈，非常有意思，哈，啊，我们待会会看见啊，他对于这个啊、呃、夏娃的审判里面，其实也带着一个救赎的应许，哦，他首先告诉夏娃一件事情，就是说，接下来你啊、呃、生孩子，你会很痛苦。上帝在这边在第十五节十十五节中，他告诉女人说。 接下来你会生产，会生孩子，很痛。但是为什么这么痛，你还要生？因为你正要生出一个叫做女人的后裔，而这个女人的后裔会为人类犯罪带来救赎。这个女人的后裔，她要伤蛇的头，她要给这个蛇，就是这个魔鬼的权势致命的一击。虽然在女人后裔。 跟这个魔鬼征战的过程当中，魔鬼也会伤他的脚脚跟，可是伤不到他的致命的头。所以呢，你会生产会很痛，你生产会承受全世界最人类能够承受最痛的痛。但是它是能够带来一个救赎的盼望，就是你会生出一个女人的后裔。原文叫女人的种子。弟兄姐妹，圣经旧约里面没有人在称什么叫做女人的种子，都是称男人的种子啊。 没有人在称什么女人、男女人的种子啊！世界上只有哪一个人是女人的种子，而不是男人的种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从圣灵感孕，他是一个只有领受母亲的种子，却没有领受父亲种子的怎么样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个字，它很奇妙，它它是一个单数名词，它也是一个集合名词啊！来考英文，来林思颖。 单数名词可以指一个人，对不对？集合名词可以指什么？一群人，对不对？所以女人的种子指一个人的时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带来给人类犯罪之后的救赎。而女人的后裔，女人的种子是集合名词，指的是谁？是谁？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 集合名词里面，女人的种子，我们要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阿门。感谢主哈，所以他给女人怎么样一个这样的一个预言，就是说这么苦你还要生吗？当然要生了、啊、哈。然后对亚当来讲呢，亚当有没有被审判？有啊，从此亚当要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他要自己去外面在土地上怎么样耕种？土地跟你已经结仇了，因为土地被你害得怎么样被咒诅。 所以土地必长出荆棘棘理因为土地跟你很生气啊，所以呢，他也不让你过好日子。那你要怎么样把荆棘棘理弄弄走？汗流满面的耕种，你才有办法怎么样糊口。所以呢，当他们啊、呃、被神这个啊、呃、这个审判啊、呃、之后呢，我跟你讲，亚当哦，你看在在同一天之内，亚当那个脑袋啪,啪啪啪啪啪，超前部署不知道几步了，从他们。 防范神开始超前部署，决定自己要来如神，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什么我的幸福要让神决定什么是幸福？我不能自己决定吗？我不能随时更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吗？我想做什么，为什么还要被别人管？第二个，我犯了罪之后，诶、哎，我还很害怕承担责任。我拿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我，免得让我的配偶看见我里面在想什么，因为我准备要把责任推给他。你懂意思吗？好、哦。 所以，赤身露体就是什么？狡猾，不断在超前部署。然后神来问的时候，怎么样？赶快把责任推给上帝，推给女人，女人又把责任推给蛇。因此呢，当上帝审判完之后，我们来看亚当他，他立刻没有人教诶人犯罪没有人教诶小朋友犯罪是有人教的吗？天生就会犯罪。所以呢，在创世纪里面呢，第第八章。 里面就说，人从小心中所怀的就是什么恶念，真的没有人教哈。我们看看亚当接受上帝的审判之后，他应该要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亚当应该有的正确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悔改，他应该求神赦免他，他应该在那个原子当中，因为他们犯了罪之后，他怕怎么样？被下挖，看见他的心思意念，他用无花果叶子把自己遮起来。当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 无花果叶子遮不住，让上帝看不到他，只好躲到怎么样？躲到树丛里面去，你懂意思吗？整片树丛，让上帝看不到我里面的心思意念，因为我准备要把责任推还给上帝。那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个亚当呢，他在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章的二十节，我们来读到第二十四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园园去，耕种他所出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看一下亚当在接受审判时候的立刻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反应就是在第二十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什么？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第二章让我们看见亚当只给谁起名字？动物。 而当女人被神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没有给她取名字。第一章里面，上帝为他所创造的东西取名字，代表上帝要管理，并且定义你是谁，你们是什么。而第二章里面，上帝教导亚当怎么样来管理万物，他就教亚当如何帮所有的动物取名字，定义你是谁，你只能在什么范围里面活动，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 但是当亚当第一次遇到夏娃的时候，他没有给她取名字，他是称呼她为女人，因为他们两个是平辈。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样？亚当他被审判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立刻怎么样？给夏娃取名字？为什么？因为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里面，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上帝说，男人跟女人之间将进入永无止境的争夺领导权里面。女人，你必怎么样？ 恋慕你的丈夫，而男人呢？丈夫必要管辖女人。两个人彼此怎么样争夺？你不要以为这个恋慕就是啊，随便你呀、啊，你要怎么管辖我都可以啊，不是？你到第四章的时候，这这个这两句话重复出现了，用在该隐跟罪。上帝说：“该隐，你要注意哦，你再不改变的话，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口哦。你你再不改变的话，你一出门，罪就恋慕你。” 扑上来了，你要胜过他，你要制服他。胜过跟制服这个字，就是这边讲的，你管辖他。所以代表怎么样？恋慕跟管辖这两个字怎么样？就是彼此要怎么样争，谁要控制谁？所以当亚当他也不是省油灯啊，他听到说，天哪，这个夏娃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跟我抢这个领导权哦？所以呢，他一听完上帝审判之后，第一件事情怎么样？立刻给他的太太降级，如同动物一样。 帮他太太取名叫什么？夏娃。以前是称呼他，现在是叫给他取名，是代表我要管你了。你就是哈，以前没什么管你哈，所以你哈怎么样怎麼样，把责任又推给怎么样啊？夏娃哈，这是、個、先生最会做这种事情啊，就是推先推给太太。然后呢，他给太太取名叫夏娃，就代表怎么样？我要超前部署。好，他不仅是超前部署，先管辖他的妻子，他还做了第二件事情，给他的妻子取名叫什么？ 夏娃，什么叫夏娃？夏娃就是活着的意思，或是生命的意思。因为上帝之前说，你们只要吃这个分别三个数的果子，就必怎么样死。现在亚当说：“天哪，上帝要我们死，我们自己找活路。”他继续超前部署。上帝要我们死是吗？我们就偏偏想办法不要死。所以他立刻给他太太取名叫什么？夏娃，就是说你就是生命。 就是活着，而且我们可以自己制造生命。夏娃成为众生命之母，你懂意思吗？代表他们怎么样？他们拒绝上帝给他们的审判，他们不要死。所以呢，下一步他们决定做点什么事情，准备要去摘一个什么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哇，你看这个亚当有没有深谋远虑啊？有诶、欸，这个可以拍电影的，你知道吗？他已经想到不知道几百步的超前部署，他已经决定说。 神要我们死，我们绝对不要，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被他干掉。我先给我太太取名叫夏娃，然后呢，我们代表我们都不会死，我们能够制造生命。然后呢，我们赶快去怎么样？想着怎么样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样我们就永远怎么样不死？神就拿我们无可奈何。神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因此神就不让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免得他们伸手去吃。 神命国，在，哎，这神好小气哦，吃一下会死哦，会死？为什么？因为他们怀着这种恶念，不愿意悔改。我刚刚讲过，他们应该，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悔改。从第一,一开始，神在园中呼唤说：“你在哪里呀、啊？你们为什么躲起来呀、啊？难道神会不知道他在哪里？”神明知故问，为什么？神希望他们怎么样？跟神坦白，坦白从什么？ 从宽呢，对不对哈？啊，那不坦白怎么样？从严哈！上帝希望怎么样？亚当夏娃坦白，然后认罪，神就赦免他们。他们第一时间没有，他们听到神的审判之后怎么样？第二时间也没有要求神赦免他们，他们反而继续怎么样？超前部署，他们要抵抗神所有的命令。所以呢，神不让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怎么样？ 永远活着，而且是怎么样的活着？永远在最终活着。天哪，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永远在最当中活着吗？什么叫做永远在与神分离的状态之下痛苦的活着吗？那是哪里？那就是地狱呀、啊！所以神不要他们越来越搞越早，他们的超前部署看起来是一直一直往前，其实是离神越来越怎么样远。 我们常自以为很聪明，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在超前部署。神不可靠，老公不可靠，牧师不可靠，小孩不可靠，教会不可靠，公司不可靠，原生家庭不可靠，银行不可靠，工作不可靠，经济不可靠。我们边你看我边讲，说已经从那边走到那边了，已经走到这边来了，已经离怎么样原点越来越远了。他们已经离神越来越远，所以神怎么样就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真的永远活在罪恶当中。 我们来看第四章，当他们被赶出去之后呢，很有意思。今天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预备来。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 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哇！天哪，人类历史上最第一宗谋杀案，就是发生在亚当的家里面，哥哥杀了弟弟哦。 我们来看刚刚第三章讲的都是亚当的超前部署，有没有？夏娃就很笨吗？夏娃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怎么样同房？同房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同房这个字就原文就是知道。如同第二章结尾说，夫妻两人当时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然后。 突然，第三章第一节就是说，蛇比一切的动物都狡猾，四身六体跟狡猾，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也是一样。第三章的重点都在讲知道善恶书对不对？你们吃了就能够如神知道善恶是什么，关键字是知道。而第四章第一节同房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知道，但这个时候的知道跟以前的两小无猜的知道有一样吗？不一样哎、欸。 他们两个知道他们同房，他们两个仍然合为肉体合为一体，可是心里面却怎么样？已经是分别两个的个体，各有所思啊。所以呢，当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当夏娃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给他取名叫做该隐，就是我得到一个孩子。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非常有意思哈。他、哦、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哈。哦”啊，它的原文你也可以翻译成“我和耶和华”。 创造了一个男人，或是我向耶和华创造了一个男人。第二章告诉我们，那时候像亚当说，这个人要被称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而出。女人的希伯来文叫做以下，男人叫伊许、哦。通常就是那个比较长的字，是从比较短的字延伸出去的。你懂意思吗？所以呢，伊许。 男人延伸出以下，代表男人延伸出女人。夏娃不是省油的灯啊！她生了一个孩子之后说：“呵呵，我这个以下也能够延伸出意识。我也可以创造男人。谁说我一定要被你管？你看这个其实怎么样？夏娃也在做怎么样？超前部署了。夫妻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了，跟以前不一样啊。” 啊、哦，我们看见怎么样？后来这个亚伯，当他被杀了，我们当然是觉得很难过。但是亚伯跟该隐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其实弟兄姐妹，这边就是关键了。当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稀少的资源，面对未来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感觉很恐惧，他们手中的资源又很少，人人都想赶快怎么样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但是却有少部分的一些人，像亚伯这种人，他不是继续的往前走，离伊甸园越来越远；他不是继续的往前，自己超前部署，离上帝越来越远。有一种人不多，像亚伯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样？向后转，往回走，他也在超前部署。这个前不是前进的前，这个前是什么？ 进钱的钱，虔诚的钱，对他来讲，我们的问题不是往外一直走，我们的答案在哪里？往回走啊，回到神那里。他就想他的父母是怎么得罪神的，因此呢，亚伯呢，他就希望怎么样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 他希望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就表现在他平常日常的行为上，以及他的献祭上面。他把他神给他最好的都献给神，代表说神啊，我所献上这个最好的，就代表我，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可不可以求你来赦免我们人类的罪，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当他的其他的兄弟是继续往越远的东方走的时候，在做超前一步的部署。 而这位亚伯却是往伊甸园、往神的方向要回去，因为他认为这才是真正解决我们人类陷入对未来完全无知的恐惧。面对在伊甸园外面、在神以外资源少得可怜、环境非常艰难的情形之下，他认为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怎么样？回去跟神认罪，回去恢复跟神的关系，甚至希望自己就是预言中的那一个怎么样？ 女人的种子，我们看见亚伯跟该隐做了不同的选择，我们也看见该隐他完全不听神的劝告，他继续步上父母的后尘，甚至犯了比他父母更严重的罪。经文告诉我们，他后来怎么样，就被神往东方赶得更远你为什么我说不是往西方赶？往西方就掉入地中海，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伊甸园它的它有个门口，是在朝正东边。 其实伊甸园就在预表人类会来后来的会幕、圣所、圣殿，你懂意思吗？因为会幕、圣所、伊甸园他们的入口都是怎么样，朝正东方。所以当该隐他们越往东边被神放逐之后，他们就离神越来越远。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他们越往东边之后，他们就越需要怎么样，超前部署，因为他们离神越来越远，他们就觉得越需要靠自己。 哦，套句前几年教会去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孤儿的灵”啊？各位，“孤儿的灵”不是讲说有一种灵哦，呦，叫“孤儿的灵”，咻，附在你身上，不是？他讲的是一种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自己对你自己是谁的这一件属灵的身份上，你不知道，或是你忘记了，或是你不愿意去领受成为神的儿子的那种身份，以及他应该有的安全感。 他应该有的方向感，这叫做孤儿的灵。我们看见大部分的人往东方一直去的时候，那个孤儿的灵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但却有另外一种人，他也在做超前部署，但是是哪一种前？虔诚的钱，敬虔的钱。我们经文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第这个十七章的十七节的部分。 十七节，该隐呢？他被神赶出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建造地上的文明，他就自己造了一座城，要来怎么样保护自己？因为该隐很怕被人家杀，你懂意思吗？他所以，他开始建造一座城，超前部署来保护自己。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他就该隐的后代一直往后面生生到有一个人叫做拉曼。这个人怎么样？更猛了，开始娶两个太太，然后呢，他娶两个太太之后，他又生了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呢，啊、呃，蛮有意思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呃，二十节来。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甘引，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甘引的妹子是拿玛。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杀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 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看见哈、哦，该隐的后代怎么样，在地上开始建立文明，而且不断的超前部署。拉麦为什么这么狂妄？他为什么杀了人都没在怕？为什么他杀人都不会觉得有关系，也不会觉得有罪恶感？ 因为他有三个儿子啊，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是畜牧业的怎么样始祖，第二个是音乐乐器的始祖，第三个是制造各种武器的始祖，各种文明都在他这三个杰出的儿子身上，他根根本觉得没有人可以伤得了他，因此呢，拉曼就做了一首怎么样暴力之歌，第二章是怎么样爱的歌，第四章这边拉曼所做的是一个暴宣扬暴力的暴力之歌。 没有人能够找找我怎么样？敢盖敢报该隐的仇，要长七倍的这报应；敢来找我拉麦报仇的，要还七十七倍。因为没有人敢伤害我。你看，我们看见怎样？他整个超前部署到最后怎么样？离神怎么样越来越远，而在地上建造的这些文明。但是呢，后来呢，神又让夏娃生了一个怎么样？一个孩子 很有意思啊，在二十五节这边，当这个亚伯死了之后，哦，这个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次呢，就不是男人一许了。亚当这时候，夏娃这时候终于愿意回去面对跟想起来，上帝当初给他的应许，为什么他要生小孩，就是要生出一个女人的怎么样种子，女人的后裔。儿子这边原文是什么？种子后裔叫做。 z a r a 这个女人夏娃终于开始愿意去面对神给她的应许，因为她的亚伯已经被杀了，她希望能够生出一个应许中的女人的种子，所以她这次就谦卑多了。她不像上次说哈哈，我也可以创造男人。她没有，她愿意回到那个应许里面，就生了赛特。而赛特的儿子以挪士的时代开始，他们的这一这个系统的后代就开始怎么样求告耶和华的名哦。我们就来看见。 有一群人是该隐的后裔，离神越来越远。他们不断的超前部署，建立了地上强盛的文明，但是所宣扬的是暴力之歌。另外一群人，他也是超前部署，但他是虔诚的钱他想要回到神的应许里面，回到神的拯救里面。所以呢，赛特以挪士的后代就往神的方向去了。这两个不同的方向，最后的结果结局如何，将在挪亚的时代分出一个高下。 将在挪亚的时代，上帝要把那个结局谁胜谁负把它定出来。第五章，呃的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要我们来回想一件事情，我们来读一到三节，预备来。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时人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第五章开始在讲亚当的家谱，很有意思哈、哦。第一个，亚当的父亲是谁？在这个家谱里面，亚当的父亲仿佛就是上帝。这边讲到说，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 而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像亚当。接下来就是这样传下去。好，父跟子的关系就是形象是照谁的形象造的，或是是照谁的形象生的。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人跟万物不同，就是我们人是按着神的什么被造的，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神的形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儿子的概念。 第五章家谱告诉我们说：“你是照着你是像谁的形象，你就是谁的儿子。”因此，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子。第五章不断地提醒这一些赛特或是以挪斯的后裔，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份。你们在世上不是孤儿，你们是神的儿子。你们世世代代都要像神的儿子，活出神的儿子该有的身份。 很生命，你们世世代代要往神那边走回去。虽然看起来往东边去，该隐的后代比较强盛。你看看一下，其实你看第五章啊，几乎第五章赛特的后裔没有出现什么厉害的人，没有出现让人家觉得很成功的人，而都是一些敬虔爱神的人，包含怎么样？后面会讲到有一个人叫以诺。 他就是怎么样？他羡慕怎么样？他羡慕能够回到伊甸园一样，永远跟神生活在一起，永远敬畏神，为神服侍，为神工作，为神建立婚姻家庭，生儿育女，养育金钱的后代。神就与他同行三百年。这就是这一个这个超前部署的这个金钱家庭，他们往回往神那边走。对神来讲，他神已经不认为该隐是亚当的后代了。 他已经被神排除在外。对神来讲，谁才是亚当的后代？赛特、以罗士这一些想要回到神面前的人，才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们。阿门。你懂意思吗？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要最后要来到挪亚了。哈，我们来读一下啊、呃，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的二啊二十九节，一直到最后。预备，来。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奏主地。刚刚想到该隐的后代有一个人叫拉麦，对不对？写了一首暴力诗歌，对不对？很拽，对不对？三个儿子，一个哈佛，第二个耶鲁，第三个剑桥。 都很厉害、啊，创造第三个文明。他做了一首暴力之歌。哎，赛特的后代有一个人叫什么？拉曼，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儿子叫什么？挪亚。这是一个对比，你懂意思吗？他们为什么给他取名叫挪亚？因为挪亚的意思就是休息，休息。因为他说这个儿子，他们很希望这个人就是应许中的女人的种子。 因因为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我们在地上为什么工作？为什么这样的操作劳苦这么辛苦呢？都是因为耶和华咒诅这地，都是因为人类犯了罪，我们被赶出伊甸园。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回到伊甸园，能够跟神和好，回到神面前去的话，地也不用受咒诅了，我们也可以与神同在了，我们也可以得着安慰了。 这整个大地可以重新回到神当初创造他的安息里面。你看看这个以挪士的后代，这个赛特后代，他们都是这种想法，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回到当初神创造人的美丽美好的旨意里面。这一系列人都长这样，你说穆斯林凭什么说这一系列的人都长这样？因为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那边讲到说，上帝拯救了。 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传公义的道理的挪亚一家八口。弟兄姐妹，那个地方的希腊文原文最正确的翻译是：上帝拯救了传公义的道理的挪亚，他是第八位传公义道理的挪亚。挪亚是第八位传公益的神的道理的传道者。什么叫第八位？ 就是从你去看，算第五章，从以挪士开始，第八个子孙就是谁？就是挪亚，代表说这一个家族怎么样？他们就是一不断在传什么义道，传神救赎的应许，女人的种子，上帝的救赎，回到神的面前，让这个世界不再被。 最咒诅，让这个世界回到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委托给我们人类，交付给我们人类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那一个怎么样？那个那个应许跟使命里面，这个重不重要？爱神、爱人、爱大地，这个就是这个特别的家族他们心中的盼望，非常的感动人，弟兄姐妹，这两个家族。 他们到第六章的时候，经文我再读不再念了。第六章更夸张，第六章天上堕落的天使下到凡间来，跟堕落的人类组成政党联盟。他们交合生的一些很勇的人，成为地上有名的强悍者，但是都是犯罪的人。神看见天上的堕落天使跟地上反叛的罪人已经走到一个尽头，神看不下去。 因此，神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就拣选挪亚。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个什么人？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而且，挪亚效法他的祖先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挪亚也三生,生了三个儿子，但是挪亚却这一生，他希望这三个儿子也可以成为第九代的怎么样？神公义的传道者。你看这两个家族价值观完全不一样。阿门。神就拣选了怎么样？这一个。 超前部署，敬虔爱上帝，希望回到上帝旨意里面的这一群人，要来怎么样，成为这个世界被改变的种子。不要忘记了，女人的种子是复数的时候，指的就是我们；是单数的时候，指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呢，到挪亚六百岁的时候，神就用洪水怎么样，就用洪水来审判这个大地，只留下了这一些。 上帝所留下的种子，让他们重新来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两种超前部署，一种是离神越来越远，因为怕自己资源有限，所以只好怎么样？凡事靠自己。这是什么的灵？孤儿的灵啊！第五章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谁？神的儿子啊！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不要一直往东方走，离神越来越远。 在地上建立了文明，但却充满了不公不义、暴力，甚至进一步痴心妄想，想跟天上堕落天使联合来反叛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没有办法解决世界上问题的。我们不要走这条路，我们要走是另外一条往回走的路。什么路呢？也是超前部署，进前的钱，相信神。敬前就是相信神。什么叫相信神？ 在你日常的每一天生活里面，你眼中有神，心中有神，口中有神，耳中有神，手中有神，你所走过的脚步有神，因为你看你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你自己已经被算进去为神儿子的后裔了，你看你自己是。 女人的种子，你看你自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现在很多局势让人慌张，很多的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人的经济、心灵各方面都相当的不平安。各位近前的后裔啊，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让我们的口中、眼中、手中、耳中。 心中、手中、脚中，所到之处，都带出女人种子应许的大能。阿门。都让人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回到伊甸园里，那里才有神国度真正的保护，神国度真正的安慰，神国度真正的医治。感谢神啊！拉麦两个拉麦，第一个拉麦做的是暴力之歌，夸耀自己的强盛。 第二个拉麦做的是一个悲悯大地的哀歌，不是一个悲悯大地的诗歌。他希望这个大地能够领受到女人种子所带来的救赎，重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这两条路，你要走哪一条路呢？都是超前部署，不要当孤儿，自己拼命往前走，却离神、离救恩越来越远。要往回走，回到上帝。 的应许、恩典、使命、身份跟带领、保护里面，阿门。